公民教育抗国教，国教未绝，抗真依然，抗真依然。罢课不罢课，猛人开拓多嘢学，唔想被吊，要企出嚟啦！话就话冇咗三年死线期啫，不过洗脑国教一日未撤，一日都未解决噶。国民教科佢呢个指引仲存在，当我哋而家嗰个社会嘅气氛冷淡咗之后，政府可能会用一啲其他唔同嘅方法，咁去令到呢一科系叫做死灰复燃嘅。政府一日唔去撤科咧，中小学罢课咧，其实我哋都觉得系有呢个可能嘅。罢课咪即系放个仔喺屋企打机？唔得。其实罢课咧，唔代表你嘅子女咧唔系学习当中嘅，只不过系我哋可能唔满意而家佢个教育制度嘅运作，所以我哋去瘫痪呢个教育制度嘅运作，但我哋仍然用另一种嘅方式去学习紧。学联呼吁929当日罢课，咁但系就讲到明话唔系罢课，咁佢哋会请好多学术界猛人嚟开 talk， 又有唔同摊位活动，分分钟啊多嘢学过翻学噶。嗱，一齐嚟撑学联反国教啦！